锦上个礼拜是7200分，今天是。7400分，好，非常恭喜杨锦。好，易锦今天有一点紧张，非常可惜。谢谢易锦来参加，恭喜范杨锦。这个舞台真的是属于大家的。你看今天的赛事，刚刚竟然有两个挑战者都把卫冕者给 PK 掉了，真的很激烈。那接下来呢，同样也是来者不善，他是大业大学同学，他叫卓廷玉，我们先来认识他一下。就读大业大学欧语系的卓廷玉，拥有丰富的比赛及演出经验。我们接下来要唱的是《电影小天派》，我是主唱卓廷玉。这些都是我卓廷玉，属于我的自我介绍一定少不了我的吉他，因为我的偶像是蔡健雅，也想要像他一样自己弹自己想唱的歌。所以大三那年，我打工一整年，省吃俭用省下9500元，才买下这把心肝宝贝。从此以后，只要有我的地方就有他的存在。我带着他参加比赛，我带着他四处表演，就连白天上课晚上睡觉都随身携带，离不开他。这一次我也要带着他上台北打拼，一圆我的歌手梦，一起发片成为歌手。我是来自大爱大学欧语系的卓廷玉 Bonfu Hodge。 那我上来代表我准备好了，那我知道唱歌只感动自己没有用，所以希望大家跟我一起感受歌里的律动，跟我一起感动，谢谢。要当歌手，机会命运要自己选择，请选择。机会命运请选择。机会，耶！恭喜你，不用再练习了。我想我会爱你。总积分亚军的洪雅文，好，我们来看看命运是谁。重重，好，现在我们请洪雅文来到现场。拥有多年驻唱经验的洪雅文，上周不仅虏获评审心，更刷新了自己的最高得分。坦白说，你有让我心动的感觉。为了梦想中的歌唱蓝图，洪雅文总是谨慎认真地看待每次演出，不到上台的最后一刻，绝不放弃任何时间，拼命练习。大呗，不管干嘛，班里大家练习吧。做足万全准备的洪雅文，今天会朝梦想更进一步吗？雅文是卫冕三次，相信你也准备好了，对不对？嗯，准备好了，准备好了。好，现在今天你要选什么歌曲？洪佩瑜的《踮起脚尖爱》。好，请开始。谢谢。
牵手是爱，远远的存在，我来不及说声嗨，影子就纵人海云开，才踮起脚尖的期待，只怕被亏待，我够不着海，微笑忍耐，爱我等你回过头来。谢谢。我们来请雅文来准备。可是三次以后他已经像专业的歌手一样非常有大将之风。婷玉，今天的妆不一样哦。你知道呢 VCR 里面的妆是自己画的是不对？不是。好，不管怎么样，今天的妆让你漂亮很多，谢谢。对不对？所以女孩子化妆真的很重要，就是对，对不对？讲到这个化妆，就像我这样丽质天生就不用化了，对不对？不是化不化没差哦。哎，其实说到这一点啊，我倒是对我要当歌手的这个所有的，不管是素人啊、路人或者是艺人啊，我觉得其实要到站到目前来有特色是非常重要。当然，杨明老师。当然，今天两位，不太一样的地方，我觉得婷玉是站在台上的时候是企图心很强烈，然后这个雅文是自信心很强烈，两个人的差别在这边。婷玉今天的表现，我觉得婷玉有非常好的声音，我觉得她的中音呢其实很温暖啊，很饱满，然后高音呢，其实呢我们常常会觉得啊，这个人其实中音好听，可能高音就不太行。可是不会，他拔到高音的时候，我觉得他那个几个转音很亮，而且唱得非常到位。那雅文呢，我觉得你没话讲。 OK， 你本来就唱功就很好，而且你是这个我频道现在的声音最大声的是你，我觉得那个主播声音都没你大声，男生都没你大声。我觉得他是有练过，他气很足，中气很足。其实呢，这个其实会占非常大的优势，因为你的所有的细节东西我们都听得很清楚。我们先请300位观众来说一说，我们现在要打分数。
好，在我们这个现场呢，既然是好女孩的 PK， 我们也找一个好女孩来讲评一下。来，这位观众区的桂纶镁分享一下。我觉得我很喜欢婷玉跟雅文的声音都很干净，然后尤其很喜欢卓婷玉唱歌的时候的那个声音。我很喜欢卓婷玉，如果她出专辑的话，我会想要买。哎呦，真的！谢谢。哇，这个评价非常的直接，因为其实我们坐在这里的300位，就是未来我们在第一摄影棚将要面对的真实的消费者。谢谢你哈，谢谢。好，讲两句吧。我喜欢婷玉，因为她的歌声的跟就是很自然，然后让人家想听的觉得就是身在其中的感觉，然后很清晰，不会像那个雅文声音刺刺的，就是大声。对，然后我很赞同志平老师讲的，就是他把婷玉讲得很好，所以他是一个很好的评审老师。那个什么，我叫你讲评而已，没有叫你告白啊。那个什么，婷玉如果买专辑的话，我跟他一样，也会再买一张。那至于我右后方的男生，刚刚有没有又偷哭呢？这次他比较坚强一点了。OK， 各位朋友，今天。来到这舞台上的挑战者好像真的都来者不善，你看刚刚这两位也都比较喜欢婷玉耶，到底结果如何，交给小媛姐。好，现在我们来看看分数是，我们先看的是卓婷玉的分数。婷玉加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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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卓婷玉的分数1700分。算是很高的了。好，雅文上一周得到的是8100分，这一周得到的分数是不会是八吧？8000。究竟是7000分还是8000分？目前已成功卫冕3周的洪雅文会继续晋级还是惨遭淘汰呢？